我现在早起了没有？我是九零前，超干的、啊，打的哇！都厉害还是小吴？一、二、三。勾炫勾饭勾炫早起了喂 yeah welcome back。 然后呢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，是因为呢，我要再加安利一下啦，这个 MacBook 的厂房呢，这个是他在那个圣诞节影片买的东西。然后今天勾炫早起了喂呢，因为上个礼拜是 Victoria 来当这个我们勾炫早起了喂的嘉宾嘛，然后这个礼拜呢，我们有一位新的嘉宾叫九令陈楚林，现在早上六点多，我们现在准备先去接他，他已经到了楼下，所以我们就看看他。Hello 大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？Let's go！ 这是女明星吗？不可以拍。星星的星。星星的星。星星的星。确实是，就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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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。大家好，今天该讲多谢。多谢。今天要跟大家讲话，多谢。走了。哇，听到没？Welcome to Astro. Hello. Jolene. Welcome to Goshen. 啊啊！这样准备好吗？看到你瞬间热血沸腾。过、哦、来准备。黄色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 super 啊，那种 CCN 在路过那种啊。蓝色就是歌、哦，我有歌。然后我们这个黑色就是。差不多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先开始录，等下我再跟你继续讲这个。好、okay, 老板 ，Let's go， 勾炫早起的喂，我是 Chris 的文扬，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奥奇野的《是想你的声音》啊。勾炫早起的喂，我是九令晨。勾炫早起的喂，我是九令陈祖林。是的，没有错，今天我们就有一位特别嘉宾，就是九令陈祖林啦。可以继续上个礼拜多利亚来了之后呢，这个礼拜九令就来了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就是九令要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下厨的一些翻车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对。耶，熬夜第一天，熬夜完了啦，然后有什么感觉？怎样？蛮。啊，开心要想很久，蛮开心，所以是不开心的。对啦，比我预期想象中的还蛮顺利的啦。轻松是很简单吧，老师？因为我不需要剪啊 ，edit 那种。都是我做，没有啦，是嘉宾嘛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如果你要给我给第一天打分的话哦，我应该会打个八分吧，哎，蛮高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他前几天一直跟我讲，哦，我很紧张，我很怕这样子，就是他会讲到说，就是给我打强心针，讲他表现不好什么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其实第一天下来还蛮好，而且我们都基本上有 NG 也都是顺过，而且我这样听下来，整个还蛮舒服的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快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如果你有听的话，在下面 comment 给我们知道 ，OK？ 我自己本身是打八分啊，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好的分数吧。呀，我们期待接下来的三天，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，明天见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，又是我啦。今天是我第二天当嘉宾 MC 的班，很累，大家可以每天早起了。早的安，听说祖林姐已经到了，我们就接一些祖林姐啦。祖林姐，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再来过，再来过。祖林姐还要退后是不是、啊、大家好，这样累吗？今天累累啊，这样子就惨很惨了，不要转，不要降级，不要降级，嘿恰恰恰。现在我们要录广告了。勾炫早起了喂，我是九令陈祖林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李荣浩的《脱胎换骨》。勾炫早起了喂，我是 Kristen 温阳。倒数十一天呢，就要到我们这个2022的最后一天啦。这一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，哎，真的很快。我们加班啦，守着歌声。哦，很痛。喂，今天要给你们一个默契大考验。默契大考验，室友是姐姐会提出问题，一两个声音，两人需要的三两个答复。我们来看看 Joan 和 Christian 的默契了。来吧 ，Doria 还是小吴？一、二、三。Doria。喂，那有这道题的。加松还是酸？一、二、三。加松。
家说。被爱还是爱人？一二三。被爱。女儿还是儿子？一二三。女儿。啊！我们在节目常在说过。爱情还是钱？一二三。爱情。没有钱哪来的爱情？没有爱情哪来的钱？要疼自己的老婆才会有钱。有钱才可以疼自己老婆啊！对啊，没有老婆疼什么？哎，除了 Kristen 之外，讲出你第一位想到的勾选 MC， 一、二、三。巧克力。没有了，好像。很好。这样子吧。我的胜算比较大，是大家。快点下面 comment， 这样简单，加个半分啊，8.5分。可是他今天节奏抓得比较紧嘛，我觉得就是整个 on air 气氛就不会有空掉了，所以就很舒服。我尽量。天见啦，拜拜。Hello 大家，现在我在等着 Kristen， 然后就来讲一下我今天做一些感想啦。其实我蛮舍不得的，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是很想要快 end 掉做这一个星期的嘉宾 MC， 因为真的是很累，而且我怕我自己做不好。然后现在来到最后一天了，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舍不得，因为我当 MC 真是一个很好玩的体验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能去做 MC， 所以呀、要珍惜今天。Kristen 不要想念我。今天做白马王子，哎，不是黄马王子，因为现在在下雨，然后九零到了啦，就去接一接他了哈。对，今天是九零的 last day 了，所以珍惜，且行且珍惜吧。我也要拍这个男神，快进来我的雨伞内。哇，是不是很浪漫？有没有？不浪漫。可是我们在棚里面啊，其实。MD 就变成这个吗？你看还有时间，日期的。OK， 你就按着这个套餐按一下。很难嘞。很简单嘞。Yeah， 今天是 on air 最后一天了。我感想。OK 啦，刚刚我也是在 on air 的时候讲了啦，就很不舍得 Kristen， 酷快，你们那一份。为什么是水的？觉得我表现蛮不错啦，因为我对我自己主持也没有什么自信，我怕我讲好像一些讲错话啊，可能没有 content 讲出来啊，然后其实也不错啦，至少我不会哑口无言。如果你给我打分的话，我应该打个8.5分左右。 Yeah， 是蛮高分的。真的吗？你多少几分？真的，这样我们就啊，你挖这个坑我是不会跳下去了。你是我猜，摄影师会让其中一人看一首歌的副歌舞蹈，两人轮流跳与猜。我们来看看周文和 Kristen 的流行歌曲比拼。好，现在谁要先跳？我先跳吧。这个我会。不看中间吧，不用看了啊。你看了。好。对呀、谁唱的？来人。来第二首。啊、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哎、欸，吓到球我听这个很乱，吓到 ，sorry， blackpink。OK， 来我们交换。哦，容易爆吗？哎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算是我没有跳很多。哎，但是我要你跳全部的，一二三，哎，滴滴，夸张，夸张。怎么样？还是等好。Twice the what is love? OK， 哈哈，记住的动作就可以了。我忘记了，一秒我就忘记了。Yeah， side like that， 就飞到西罗，上西罗，哒哒罗 like that。对啊，讲那个歌名。Like that。Yeah， 哦，还叫 that 不是不是。他一定会了，可是我要跳出来就很尴尬。
啦，所以就要这样子啦，OK， 所以大才哥就希望大家以后多学舞啦，可以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多多跳舞啊，不要像我这样子在那边，哎、欸，哒哒哇，这个吧，马斯克巴罗哥，谁啊？好，这样子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 video 的话，记得 like share 和like share 和 subscribe， 还有 comment， 打开小铃铛，对，没有错，叮当，拜拜。